行一下动作讲解。提溜五块以后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右脚向前挪动半步，马上向前上左脚，然后完成一个击步动作，同时呢把掌推出，然后上右脚，右臂握棍向上，然后向下抡摆，身体左转，完成旋过脚动作。再请看我做一次示范。上右脚，第一步推掌，上右脚，旋过脚。好，我们进行动作讲解。旋过脚下来以后，左脚后侧，左手收至腰间，然后向前穿出，身体左转，两手臂随之摆动，向右脚前，向左脚前扣右脚，注意继续左转。那么我们左手从右臂下方接握棍，这个时候呢就成为两个手握棍，同时左脚经右脚旁向后撤步，两个手臂稍稍上举，使棍在额头上方、头上方啊，云棍，身体继续左转，完成左弓步，向前完成拨棍动作，棍稍在前，那么使我们的棍和左臂紧贴在一起。下面再请看一次示范。侧左腿，站掌，上步转身，云，拨。好，我们进行动作的讲解。云拨棍以后，上体稍稍直起，身体右转，棍呢随之摆动，向右摆动，右脚脚尖外展，左脚向右脚前呢扣步，两手持棍，继续向右向体后舞动，到左肩上方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继续右转身体，但是呢左手要离开棍，单做右手的单手抡棍。那么在做抡棍的时候，右脚随之滑步到这个右侧，身体右侧。下面再看我做一次示范。注意，身体右转，掰右脚，这个时候这个棍呢，放在左肩，扣左脚，身体右转，做单臂，单手抡棍，抡完棍以后，右手背棍，在体身体背后，左手呢摆至体后。好，我们进行讲解。单手抡棍以后，重心左移，右手持棍，使把头棍把由下然后向上摆，同时呢左手顺势接握棍，然后我们重心一致，左腿右腿提膝，那么在提膝的向上抬的同时，左脚脚后跟呢稍稍离地，也就是向上蹬起，然后右脚前落，脚尖外展，身体右转，两手握棍，在身体右侧
第二次顶棍，然后我们再上右脚，好，我们进行动作的讲解。当我们完成点棍以后，右脚在前，下面我们两个手舞棍，那么使你的棍梢呢由左后向上向前，然后再起右侧完成一次五花的动作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上左脚向后背起右脚，左脚呢要起跳，同时完成起背起，然后快速的向前扑左腿，然后腹部摔棍。下面我把前几个动作连起来给大家示范一次。好，我们进行动作的讲解。扑步摔棍以后，两腿伸直，同时右手向后抽拔，上体左转，重心移到左腿，那么右腿呢屈膝，右脚扣于右腿后侧，随身体左转，右手滑把，使把头突出出来，身体继续翻转，那么翻转大概180度的时候，右腿后撤成左弓步，同时向前摔。下面进行一下动作的讲解。从弓步盖拔以后啊，重心前移，移到左腿，右脚呢向四两旁震脚，同时两手握棍，把这个棍把头由前向上向后摆动。那么到这儿以后，注意这个左手一定要换握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左手手心朝下，和右手正好是两个虎口相对，然后我们重心移到右腿，把左腿提膝提起，同时呢向上调把，身体向左拧转，眼睛呢看把头方向。好，我们进行动作的讲解。提膝调把以后，身体右转，左脚呢后落，两手呢持棍置于这个头后，然后左手离开棍，右手抡棍，身体呢左转，右脚向左脚前上步，右臂抡棍，这个时候左手随即呢也握住棍，我们两个手呢要挨得紧一点，然后身体继续左转，左脚呢后落，棍呢继续抡摆，身体继续左转，到这儿以后插右腿，把棍置于呢左肩上，身体左转，头也左转，目视左前方。好，我们再进行一下这个动作的示范。插拔以后右转抡棍，抡棍，下面我们把转身抡棍、转身单手抡棍两个动作连起来做一个示范。